周一，纽约州州长库莫更新了纽约州的中共病毒的疫情情况。他表示，预计呢将有80%的人被确诊。另外，纽约州的应对重点呢在扩增临时医院，增加理疗设备和物资。Happy Monday！ 纽约州长库莫周一早间公布，纽约州共确诊20,875例，死亡157人，两个数字均超过全美各州。其中，纽约市破万，超过韩国全国，达到12,305例。目前纽约州住院率为13%，共2635人接受住院治疗，其中24%在加护病房，有621位重症患者需要呼吸机救治。库莫表示，纽约州的病毒检测全美领先，目前每天检测16,000多个，未来重点将放在预防医院超负荷，继续扩大医院容量，包括增设病床、增加医护人员以及医疗设施。目前联邦向纽约州运送大量医疗设备及物资。但库莫仍继续呼吁联邦颁布国防生产法，表示不能只靠企业自愿援助生产紧急医疗用品，呼吁联邦调派企业生产关键医疗物资，也能杜绝各州之间出现竞价情况。库莫也提到为各地提供的医疗用品情况，其中纽约市将收到169,880个 N95 口罩、176,750副手套等关键物资。另外，库莫表示还将有更多人确诊。The net effect.Many people will get the virus, but few will be truly endangered. Hold both of those facts in your hands. Many will get it, up to 80% may get it, but few are truly endangered. 库莫也告诫人们不要低估疫情带来的情感伤害和孤独感。The goal for me, socially distanced,But spiritually connected. 库莫还敦促 FDA 批准一项血液检测，该检测可以确定人体内是否出现中共病毒抗体。另外，库莫感谢了川普总统的决策。川普周日宣布命令陆军工兵署在纽约州建立4个临时医疗站，各1,000张病床。库莫周一下午视察了其中之一的纽约市贾维兹会展中心，预计临时医疗点将在1周左右部署完毕。新唐人记者雨婷，纽约报道。